干嘛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就很很。其实还蛮开心的，对啊，这反正你们两个都会讲话嘛，我就可以少讲一点，耶、yeah。没有没有，哎、欸，我对 F 四呢有一个心愿，因为你知道日本有一个很红的团体叫 SMAP， 然后他们有个节目是 SMAP， 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在那个节目里面呢，他们是非常会耍宝，也很活泼的，所以我觉得呢，如果 F 四呢在主持上面呢、啊，也可以变成这样的话，那他们几乎是无敌的，真的无敌。我们有代表啊，代表。这两个最会耍宝、啊、你找他们两个就好了。我其实蛮开心，然后希望能好好的表达，对。有有有有。耶耶耶！自己把动作都对。很开心啊，能够跟两位现在当红的主持人一起主持，然后我们四个人又可以聚在一起。所以我很开心，我跟着你开心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反正我们大家都很开心，然后也希望呢，在寒假这段期间呢，可以让全国的观众朋友呢，不管是不是喜欢 F 四的，都可以更了解他们。没错，对，然后也希望大家，我们可以带给大家快乐。嗯，希望可以做到这一点，希望大家可以准时收看我们的这个。流星梦幻乐园。啊，我们不会。O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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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四个也是主持人啊，对啊，都是我们两个在场。对啊，你多讲一点，介绍一下其中别的单元。请那个暴龙先讲好了。对对对。哈哈哈哈哈。内容哦。对。嗯。就是会找一些就是不认识的路人吧。嗯哼。然后真的，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干嘛、欸。我也不知道、啊。没有人知道我们要干嘛。我们要干嘛？对，其实这个节目的内容呢，就是。我们要干，没错没错，就是每天的给他们伤害，对对对对对，